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不知不觉已经6月29号了哈，这个6月底了哈，7月1号要到了哈。那么欢迎回到韭菜人生。那么那个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记得高抬贵手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啊。那么这一期韭菜人生呢，我们就来谈这个钱啊。啊，当然先声明一下，我不是搞经济，我不是那个经济专家，那我只是一个那个医美的这个人啊。但是呢，如果我今天我不讲呢，啊，估计也没人讲，因为呢，人生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只求呢，死要死得清清楚楚，死要死得明明白白啊，不要死得不清不楚呢，死得不明不白呢，那真的很冤枉啊。啊，所以我们的钱呢，会怎样消失呢？会怎样变小呢？会怎样缩水呢？哎，我们也要懂一下吧。那个什么都不懂，钱就这样子变小了，那样不清不楚呢，这样的人生呢，过得实在是没有意义啊。啊，那么这一期呢，是看到这个经济学家讲啊，这个十年后的马币呢，就等于6000块的那个 value， OK， 就是1万块在十年之后呢，就等于只能够买6000块的东西，就是缩水了， OK， 啊，缩水了啊，就是你十年后你的那个1万块呢，等于现在的6000块拿来用吗？啊，缩水。那么这个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也觉得他非常乐观哦，还用了10年，他才从1万缩到6000。因为马币呢，现在是面对双重缩水嘛 ，double shrink 嘛。那第一个就是通货膨胀，让样东西涨价咯，这个第一个涨价咯。然后第二个呢，哎，马币变小咯。马币对那个冥币啊，来我们烧的那个钱啊，那个冥币大涨价，马币大跌价啊。你现在你要买那个烧的那个钱呢，越来越贵哦。啊，不要讲对美金了，那对美金已经惨不忍睹了吧？我们讲对那个我们烧掉那个钱啊，那个慢慢也买不起了。所以呢，当我们去买那个死人钱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一个现象哦，啊，他如果没有起你价钱呢？他就少了，少一叠给你了啊。原本你的这样的钱是买到十叠的啊，现在呢少一叠，剩下9叠了。所以这个叫做缩水性的通货膨胀咯。然后这一期呢，我们要顺便讲一下这个东西啊，不知不觉间呢那个商家呢其实打劫了我们这个东西，知道吗？啊，然后呢，关于那个前一期我们讲那个中油叠价，原中油叠价，那个油中国叠价，这个问题对大马非常非常严重。那么后面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讲，然后我们要再继续讲那个补贴的事情啊。然后最新消息看见那个大学生，大马的大学生有动作，哎，要闹事了啊啊！然后我们到后面讲啊，所以来我们开始讲我们的钱怎样不见钱啊啊！好，来我们看新闻。那么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看见这个标题呢，今天应该睡不着觉了，有钱快点拿来用啊，但是你用太多呢，通货膨胀又快哦，哎呀，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绝路，每个人都花钱呢就通货膨胀哦，啊，不花钱呢放在银行呢，你十年后呢就变6000块了啊，就缩水了啊，你看现在你看真的很惨啊。所以这个专家是预测呢，十年后呢1万变6000，就是什么意思知道吗？现在什么东西是刚好1万块钱的，就是那个苹果的那个 MacBook Pro 咯， MacBook Pro 那个 M1 的 M2 的 M2 芯片的也是卖1万块钱嘛，刚好一台那个电脑 MacBook Pro 1万块， OK， 那么十年后呢1万块呢买不起 MacBook Pro 了，你变成只能够买当时的 MacBook Air， 是最低配的 MacBook Air 啊，那个高配的容量大的那个 MacBook Air 呢，也买十年后的 MacBook Air 也买不起了啊啊！那如果不明白，就是那个 iPhone 啊，那现在你有1万块，你可以买2架那个13代的那个 Pro， 13代 Pro 的那个 iPhone。那到了十年之后呢，你的1万块呢只够买1架，就是那时候的那个Pro 的啊，那时候不止第几代了啦，那个呢第23代的那个 iPhone 呢，只能够买1架了啊。现在买呢可以买2架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也是现实啊。所以马币呢是面临 double shrink 啊，那个通货膨胀使它缩水，然后那个马币下跌呢使它两个方面缩水啊啊，所以
他我觉得预测的太乐观了，但是我其实现实上啊，现实上我去用，哎，哪里有啊？那现在的钱跟十年前比啊，跟二十年前比啊，以前我小学的时候，小学我们三毛钱吃一碗面呢，那个三毛钱的面，然后那个大碗的四毛钱啊，你看，短短的二三十年呐、啊，二三十年之后，现在你吃一碗面呐、啊，要多少钱呐、啊？八块钱呐、啊，在 KL 八块钱呐、啊。啊，槟城好像十多块啊，啊，但是所以我们的钱呢，何止一万变六千啊，是不是啊？可能更严重啊，啊，钱放银行呢又不可以哦，这个盗款又一直来哦，啊，这个也是没有头绪的，到底怎样盗的也不知道，放银行也是中盗啊，那个放银行呢缩水，放银行呢中盗，你拿来用又通货膨胀。所以完了，这题我也解不了了。我不是经济专家，我解不了这个问题啊。所以各位经济专家，你们想办法去解这个难题的啊。然后再来一个东西呢，啊，我们可能没有发觉到，就是缩水性通货膨胀。那有一些商家很好笑的，他很良心的，他特地给大家讲的，哎呀，我们绝不涨价，林北绝不涨价，绝不涨价，他就来这招缩水性通货膨胀。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到啊。其实最明显在鸡肉那边，因为鸡肉呢做太夸张了，知道吗？啊，你看啊，那个可以了，没有起价吗？没有起价呐、啊，你的鸡腿变这样小了，你看自己看一下，啊，这个叫做缩水性通货膨胀，这大家学到这个名词了。其实缩水性通货膨胀呢，要看有良心跟没有良心的那个商家。那个比较有良心的商家呢，其实他们的包装呢通通换了，你们知道吗？那个洗衣粉啊、冲凉水啊、那个洗衣液啊，很多他们包装换了啊啊，我们没有感觉的，他可能从那个5 kg 呢变成 4.8 kg 呢，你们没有感觉的啊。当然没有良心的就很过分啦、啊、你整桶以前你买来一桶呢是装满的，装到满，装到顶的哦，不小心开还会漏出来那种哦。但是呢哦，现在买呢剩下三分之二桶哦。有些更加没有良心，剩下半桶哦，啊，他包装没有换，但是他剩下半桶给你哦，啊，所以这种呢叫做缩水性通货膨胀，然后他的钱没有，他没有涨价，没有涨价啊，他有没有换包装？但是他里面装一半给你，啊，很多零食都是小孩子吃的零食啊，以前呢整包呢富的满的，啊，现在呢剩下半包啊，啊，所以这个比较没有良心的做法是这样子的啊，比较有良心的他会说，他其实他偷偷把那个包装的那个里面呢缩小20g 啊，啊那个多的缩小一 kg 啊，这偷偷要这样子说呢，但是价钱维持一样的啊，我们都不知道哦啊，所以我们的钱呢就是这样子不见的咯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通货膨胀。所以今天学到这个缩水性通胀呢，大家自己去留意一下，身边有看到这样的东西，缩水性通胀的东西呢，啊，欢迎分享一下。好，来，我们来继续看。哇，最近那个招聘市场那边很刺激啊，那个 manager 呢，那个请到10000，这个就是那个我们的卡拉 OK 那个 Red Boss 的那个很轰动一下，做 manager 10000，那当然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做到 manager 啦，但是你做那个普通职位呢，都是四五千、三四千、五六千啊，这样的工作是很多啊，所以。如果大家决定要换工作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搏一搏啊啊，行业呢赶赶转换行业，赶赶转换跑道，你不要太固执自己的行业，知道吗？啊，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啊，你一直固执自己的行业呢，你想说我读这个啊，我做这个做二十年啊，我人生怎么可以转换跑道啊啊啊，你有时候你赶赶换，你如果你的资格真的够拿一万块薪水的那个 manager 呢，赶赶换啦，你不同行业跳过来啦啊，没办法啦，我本身我都换行业啊，啊，我都换行业没办法啊，但是 MCO 啊，我的所有行业不能够做，也是刚刚换嘛，就是，但是不然你怎样应付这个通货膨胀呢？啊，那个现在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的问题啊，全世界一起涨啊，啊，不是马来西亚涨了，全世界一起涨啊，啊，然后就看每个国家的政府呢怎么去处理罢了，怎么去把它处理的好，所以到处都发生这个 protest 啊，都出来了。那么这个大马的那个 protest 呢，大马是由学生发动的啊，大人呢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啊啊，那大人太过政治化很复杂的。那么最新 statement 呢，那个马大青年呢，他刚刚写出来的东西啊，在就是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的那个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呢，这个马大学生发表的这个 statement， 他要求政府呢
首先其实最大问题呢就是那个内阁与部长要减薪，那改天我们 专题来讲这个东西啊。那个其实呢要把他们部长呢给缩水掉 才对啊，因为现在没有办法，他必须放这么多个部长哦，他这样子才能够支持他吗？不然全部偷偷支持安华，哎，很多个不同的人支持安华，知道吗？啊，给你部长做了，你就没有会支持安华咯啊。目的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每个月宁愿拿这个薪水去养这些部长呢、啊，所以要挽救大马，要拯救大马，唯一的出路就是全国大选。全国大选呢，就代表这72个部长呢通通失业，那个这薪水呢，明下个月开始呢不用付他薪水给他们，就搞定了，大马就哇那个啊，好的很多负担了 ，OK。然后再来呢，他说要求政府给全体人民更多的援助。OK， 这个主要其实对B40啦啊，那因为援助我们知道不健康的一个方式来的嘛，然后保留晶片，保留晶片呢也不健康啊，因为永久性解决呢，你一定要提高人民的收入啊，然后这个再来呢，当然就是关于学生，那学生的那个校园的物价啊，学生呢，我们知道很多学生呢是从那个啊很清寒家，特别是清寒子弟啦，清寒子弟呢来到城市读书呢。看到这个校园里面的物价呢都吓死人了、校园里面更贵啊，跟你讲那都住不下去啊，那吃不下去啊，那书都读不下去啊，有些那个父母的收入还减少了。然后最后一个就保障那个粮食安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因为如果价格再这样子上涨下去呢，我们国家呢很快就面对粮食危机，这个是事实。所以那个学生讲到这样子呢，大家都是给学生捏一把冷汗啊，放心啦，我跟你讲啦，老马不在了，老马的时代不在了。那个什么老马其实当时的那个大马最恐怖的时代，那种白色恐怖啊，所以估计这群学生呢不会受什么秋后算账啊，也没有人给他算账 啊不然那个巫统里面的人天天去支持安华啊，他哪里知道现在巫统主席，巫统主席自己都支持安华，不要讲这么多了，是不是啊？所以他们自己也乱了啊，所以不像以前老马时代，他这些学生敢这样讲了、完了咯，你们全部送去新加坡，只能去新加坡，在大马没有前途了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放心。那么讲起那个中油嘛，中油然后大马就靠两个收入咯，一个地上挖的油，一个地上长出来的油，就好像我们的双峰塔，大马收入双峰塔啊，这两个我们知道垮了一个嘛，这个地上长出来的油呢垮了嘛，它一直以来呢。问题就在于了，其实讲起这个 palm oil 的事情了，问题就在于呢，人们大马人呢对这个中油是没有信心的。虽然很多大马的人呢，乡下的基本上是靠中油来吃饭的，都是种那个油棕巴的，大多数了，你看这些大学生的父母，大多数种油棕的了啊，大马人的收入靠油棕，但是大马呢从来没有请一个好的 marketer 呢去把这个油棕的价格呢给拉起来。然后现在印度尼西亚的树全部已经大了，你不用跟印度尼西亚比了啊！印度尼西亚现在大量量产呢啊，大马现在叫小国，印度尼西亚叫大国，大马产量都这么少，印度尼西亚产量这么多，怎样比啊？价格当然由印度尼西亚说了算喽啊！所以这个行业呢，现在不只是黄昏行业啊，现在可能是永无止境的黑暗行业啊，因为它是再起不来哦。因为油中还面对一个乌克兰的那个油啊，乌克兰太阳花油那个葵花籽油的竞争哦，人家以为乌克兰打仗打一下那个葵花籽油会出来，那个油中可以涨价，哪里知道那个葵花籽油还一直卖出来哦，越卖越多啊，加上那个印尼的油中，所以大马的油中就这样崩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食用油 ，OK， 所以他们说认为说那个食用油补贴呢要继续补啊，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我们韭菜人生，我们要实话实说，老实跟你讲出来啊。那个晶片石油呢，一上架呢就给人扫到刚刚这什么晶片石油，就这种咯，这种就是福利纯正的 palm oil， 那个两块半的这个油啊，有些地方规定你只可以买三包。然后我只很良心的问一句啦啊，就是看到我们频道的观众，你敢用这个油吗？啊，你敢买这个油吃吗？啊？那么连这种油呢，人家都未必敢买啊。这些已经是 blended 了，知道吗？像这个我们从小吃到大的那个牌子啊，他们不是福利，他们已经不放那个中油，已经放很少了。他要这个是花生油嘛，我们知道吗？花生油、芝麻油嘛啊，因为他如果放中油呢，没有人要买啊，跟你讲了啊。那么我们去买油的时候，我们自己看这个价，
看这个价值上你会选哪一种油。哎呀，不用讲啦，就是买这个这边的啦，这边的啦，买这个牌子啦，那、上面那个牌子也可以啦，那个是加工嘛，买加工嘛，买加工买加工哥，再来就买这个，这个它有很多种嘛，有那个 canola 啊，有那个葵花籽啊，还有两种掺在一起，两种掺在一起是青色的咯，然后没有人会去买那个中油的嘛，我们在这个 你一定去买这些啦，这些比较贵的油啦，你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大家为了健康呢，你也只能选那贵就贵吧。那个其实那个中油呢 ，palm oil 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饱和脂肪，它的 saturated fat 呢非常非常的高啊，但是这个也是它的致命缺点，它因为这个饱和脂肪很高呢，那个大马人呢大量的吃那个中油呢，那么就增加我们的那个凯里的预算哦，那个凯里的。凯里你看它这又会增加咯，因为什么知道吗，那个高血压的药呢要一直给哦，大马人呢每天要去医院拿高血压药，一给就是给很多啊，大马就差不多说至少三分之一的人都要去医院拿免费的高血压药啊，那个药要钱的知道吗，你回去医院每天那个医生丢一包那个 Orange 的药给你，那个政府不用给钱啊，那些都是政府的钱来的，就是你如果你真的你喝那种油呢，那个袋子的油呢，你就准备去政府医院拿那个 Orange 的药吃的，它非常非常的是不健康的，所以没有办法的，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些有能力的人呢，那个都是买那个橄榄油太贵又吃不起啊，那个当然有加工油啊，那个葵花籽油啊，这个 canola 啊，这些啊，这些都是一个选择嘛，所以你去到那个买油的家，你难道你会像你真的会去选那个 palm oil， 真的会去选那个油棕吗？你都不敢选啊！你自己吃了要去拿那个高血压药还比较紧啊！你的全家人吃到变成这样子啊！中风啊，倒床啊，瘫痪啊！健康才是最重要啊！那个贵不过贵他几块钱是不是？你绝对不会去选那个中油的嘛！所以这样子就导致呢，因为你这个消费市场呢拉不起来嘛！自己大马人呢都不敢吃的那个油呢。你讲那个价钱怎么会起来啊，所以他们花这么长时间呢，20年了30年了，他始终没有解决那个油棕的这个东西啊，始终没有让人家有信心哦。那个前两任的那个部长天天拿中油来喝，哎呀我真的很担心他有没有高血压，整天叫人家喝那个直接来喝下去有没有高血压我不知道啊，我都替他的健康有点担心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大马的问题嘛，所以少了这个油棕这个行业做不起的话呢，那么政府的收入来自那里啊，他怎么能够维持那个津贴下去啊，我们再看。哎呀，人家早就叫那个 Isma Sabri 全国大选，他那个党主席阿玛扎希哈米蒂七八啦 PRU 5 plus 啦。Nanti dulu, lambat tak apa, nantilah nanti, tak apa. 好了，现在完了，现在巫统一定倒台 ，guarantee 到现在去选一定倒台，而且还会清零，我跟你讲了，因为这个马来人呢对价钱很敏感啊，马来人你不可以其他的油价一起，哈贝斯管你是巫统，管你是什么，管你是怎样，哈贝斯直接给你哈贝斯啊，直接给你过送，不用讲了。马来人对物价很敏感，因为马来人收入很有限度嘛，他怎么活得下去，因为人家不甘愿那个什么，你部长呢随便薪水180千哦，180千是那个车啊，那个不是，那个还不是部长来的嘞，那个只是他关联工资罢了嘞，人家马来人那里甘愿啊，你拿随便拿一个月480千我们呢是那个油啊，2.5块的油只能够吃那个2.5块的油，吃到通通高血压，通通要去医院拿那个 Orange 的药啊，人家当然气死了啦，那个，所以呢，现在他失去机会了啊，就是他一路来的那个态度了，蓝地嘟噜啦，蓝巴啦，打波啦，打波现在不用损了啦，这个中国大损就现在他损他一定输了，他哪里敢损 ？OK， 他这样子补贴下去呢，不是办法，知道吗？就是我们看到已经773亿就多了600亿出来呢，你自己看在现在在补什么啊？那个你看那个油啊，油呢补了那个40亿啊，这个大马人喝那个油啊，喝到那个油啊，喝到这么夸张了，到底什么肚子？难怪了，每个肚子大大了，
每个肚子大这么大了，就是那个四十亿的钱呢，拿来这样子喝掉啊，真的是好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知道吗？哎，那么那个津贴取消呢，其实我们要面对这个价格嘛，你看，所以我一直讲呢，这个巫统呢，它延续老马的政策嘛，它就是给我们欺骗嘛，给我们乌托邦，给我们一个泡沫嘛。他就是用津贴来告诉你呢，大马是天堂，大马活在天堂，真的是天堂。比一比，你不相信大马是天堂，大马真的是天堂，自己看一下那个油价就知道了。啊，大马的那个油价呢，还是2.5块，2.05块了，2.5块。OK， 啊，所有国家啦，所有国家，你看在德国打油呢，你要花10块钱马币了。啊，那个这个才是全世界真实的行情，全世界真实的价格。但是大马呢，不能够哦，你只要起。2.5块跟我起到4块钱呢，不用讲了啊，这个不只是巫统清零啊，大神啊，巫统还会被解散啊，还会被消灭啊，不是这样夸张啊，那个人民不要，你不要使到那个人民生气啊，跟你讲了、啊、哎呦，这个很可怕，我也无法想象啊，这个那、真的会大乱啊，再起一块就是乱啊，起2块就是乱，起3块的话呢、哦、我不知道后果怎样啊，啊因为没有办法去面对全世界真实的油价，所以唯一办法呢就是来补哦，啊373亿补下去呢，啊，它维持2.05块咯，啊，不能够面对现实的，不能够面对，啊，这些5块多了那个现实的，所以这个就是大马的面对的极其严重的那个经济的困境咯。所以现在很重要的那个中油的价格要拉起来，拉不回来呢也完了咯，啊，除非去找，因为大马的收入很不多元化嘛，大马就是靠这个地上挖的油，地上长出来的油，还能靠什么？那个旅游业就做得不像话，什么行业都做得不像话，那个教育做到教育行业又崩盘了，那个所以怎样啊，所以油中又拉不起来嘛，人家大马人呢真的对油中很没有信心的嘛，所以讲起那些小贩呢，你讲他叫他买那个2.5块的油煮啊，他讲煮多一个礼拜我档口关了没有人吃啊，他给人骂，跟你讲啊，因为你那种油煮不出那个味道的啊，人家小贩要赚钱呢，他们用的油呢都是他们的秘方，都是配方，知道吗？啊，都是特别损的啊。华人很多有用猪掺那个猪油什么的嘛，啊，当然他平常损的油呢，你不要以为他们，你不要看那些油这样贵啊，他们真的是损比较好的油啊，不然煮不出那个菜，他的菜很难吃，很难吃他怎样做生意？他一个月倒了啦，啊，谁吃他的东西啊？那华人嘴巴又这么厉害哦，啊，你用那种油啊，煮出的味道呢，哪里能够吃的？是不是啊？所以也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呢，整体来讲呢，啊，这一期的总结呢，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呢，就是啊，我们的钱呢，真的啊，专家讲10年，可能不用到10年了，明年啊，明年这个10000块呢，它就变成6000块的价值啊。如果你没有感受到，现在车坏去修理就知道了啊。以前修理车200块，现在修理车600块，同样东西坏啊。变600块有啊，不是吓死人啊！跟你讲了啊啊，我没有夸张了，是事实上更夸张了。我们修理车的朋友们知道了，更加夸张。肥料不用讲了，你看我们啊网友留言那个肥料价格啊，夸张到我也不懂怎么讲了啊，它涨到因为马币下跌嘛，马币下跌，通货膨胀那个双重缩水嘛，是不是啊？好了，那么这一期的内容呢啊，欢迎大家留言讨论。OK， 那么这个。大家呢，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办法呢，只能提高自己的收入。是，如果呢，你在你的行业呢，你在你的旧的工作呢，你一直呢，觉得那个limit了，通货膨胀这么严重，钱又缩水，没有办法，勇敢的转行 ，OK， 我们都勇敢的转行，我都勇敢的转行，没有办法，之前 MCO 我的行业做不了 ，OK， 啊，教育行业、美容师行业做不了，没有办法，勇敢转行 ，OK。对大家勇敢的话，你说你真的看到那个10000块的工作呢，啊，你觉得你有这样的资格呢？那你不是去申请看一下咯？如果你真的拿到10000块的工作，恭喜你，不用移民，不用移民到新加坡，不用移民到那个澳洲嘛，是不是？啊，10000块呢，是将很快的将会是呢，大马每个家庭的基本生活费啊，啊，以后啊，家庭月入不到10000啊，啊，生活会很辛苦的，啊，没有办法的，是不是？好了，那么。我们就暂时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那么也大家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么我们下回见。